今仔日我真欢喜，坐伫阮人诶中间。我较欢喜诶就是，我真啊侪年啊无听到正方言诶诗歌，阮人听诶唱甲真正好听。哎，今仔日早起，我买一个来提淡薄诶点声，来用主诶话语来互相鼓励。我本是屏东诶人，离开这边二十几年啊。所以我逢人讲福建话，唔知拢会晓听，但是不要听拢举手起来啊！咱人平平来祈祷好无？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上次听弟兄们有一个机会，今仔日早起来伫这边，主啊，你囡仔也教牧师，我人会通又邀请到伫云顶堂来伫这边，来感谢弟兄们分享主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也要感谢你。我祈求伫这个时阵，你的圣灵亲自来运行，运行到伫我人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借着你今仔日早起所要讲出的话语，你的话语真侪灵力，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人每一个人的思想，你的话语来改变了我人的生命。祝我将这个主会完全交伫你手中，求主你伫遮，你来帮助我人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。阿们。但是咱今仔日早起，咱若要读一段的圣经，就是记载到伫马太福音25章头一节。马太福音25章头一节。啊，到底这边咱若要拍出来嘛？若是我无开圣经的，会当到底这边，听有人甲我白白来读好吗 ？OK。啊，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，来白白读。彼时，天国好亲像十个童女，拿了灯出去迎接侍郎。其中有五个是富公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这五个的拿了灯，却无比万油；聪明的拿了灯，佫比万油落伫器皿的内面。侍郎宴席的时阵，伊人拢来，伊人家了拢从。啊，杜家驹困了，外面有人喊着讲，新娘来了，有人较要出来迎接伊。遐个童女就较要起来收拾伊人的灯。富公个对聪明讲，请阮淡薄油予我，因为我人个灯差不多要熄了。聪明个回答讲，哦，我惊无够我家己用，啊，无你家己去买油个所在去买啊。伊人去买个时阵。驚曬就到了，迄、那個備辦好的就甲伊慢慢接去坐下，門就砍了。其他同路隨後就來，伊講主啊主啊，跪著我人開門。主公回答伊人講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，我無錢白路，所以你人特別謹慎，因為一個日子，一個時辰。你人唔知影13节，所以你人就要警醒，因为迄一个日子、迄、那个时辰，你人唔知影。请咱来看一个短短的影片好无？你人注意来看啊，迄无声的，就是讲台湾的人读的这个圣经节啊，这是真正特别用手画出来的啊。这就是暗暝时，有十个这个童女兼行了迄个灯，兼在祈祷欢迎加赛迎接。到底打的时阵呢？伊人行的灯，伊人备办了伊人的油，为迄个弟弟。了，伊人过另外过下条，就是要去迎接加赛啊。啊，伊人到底一边在等待。手的那灯开过多久？啊，一直在倒掉，我看到伊灯有油有灰，但是灰呢无够油，扛起也失去了。哦，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，伊人找我，两个警察就这样，所以所有的动物呢，伊人就点伊人的灯要迎接警察。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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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伊去买的时阵，倒转来的时，门扛起了，然后主啊主啊，替我开门。伊讲，我无尽白露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真正主要的问题。大师还未讲到这一个这个故事的时，你小可讲下伊人去死哈。伊人安怎娶新娘？这安怎是教伊呢？甲咱人这边有淡薄的不相。到底迄个时阵哈，伊人呢哈要教伊时，比如前下一礼拜，我就夹娶新娘来到大伯的厝。咱人是上一日哈，伊个娶来到伊人的厝，了佫准备了十个动物，就是咱人讲新娘伴哈。坐伫甲迄个大伯啊，囝婿的厝天台，到甲伊一日要交银的迄一日呢，伊囝婿啊，你着大声去迄个厝，也来讲方便行来行去做咩呢？就是达达经的啦，干了要解恭喜啊，要娶新娘了啊，恭喜啊，要娶某啊，今仔日食，伊去迄个时阵，都有人来恭喜，了有的人呢，就请伊食啦。咱迄个囝婿啊，要几点都转来娶新娘，要开大个宴席，无人知。所以这个十个动物啊，同我来讲，也着顶个这动物就是这个新娘花。伊人就要准备伊人个灯，伊人个灯内面要下油，就是关掉个。那是一下听你讲囝婿来了，囝婿来了，有当时三更半暝，你知？伊人就要靠咧。呀，伊人会灯啊，出去了迎接迄个囝婿，了有几吗？带迄个囝婿进到伊人请坐的所在，只了一下尔哈，一个囝婿坐进了，迄个门就开了哦，无过等较开门呀。咱人这边请坐的人，我七点、八点、八点半过来哈，无啊。这一个故事内面，就是讲到有一日啊，咱的主耶稣要来啊。因为来的是无人知，圣经讲，迄个日子，迄个事情，无半人知，只有天父会知。所以呢，因为咱唔知是虾米点声，因为来呢哈，所以咱人一个灯啊，特别准备好时，灯内面呢特别有油，点起来的时是贵，啊，加晒来的时。有迄个贵个咯，把将来坐到自己车道的所在，所以这一个十个新娘伴，伊人个节日呢，都是要备办迄个灯。这个灯呢，就是代表啥物呢？就是代表到咱人基督徒，咱人信主的人，你的生命，到我的生命，咱人个内面呢，都要有油，油是啥物呢？就是圣灵。当咱人相信主的时，圣灵啊就将主的生命入到咱的内面。来到咱的内面了，咱有主的生命的时，咱要活出主的生命。咱人常常要来发光的，咱人无过住伫黑暗的内面。所以咱人是需要圣灵。所以咱人的内面，圣灵就是上加迄个油。有圣灵伫咱的内面的时阵。改变了咱的生命，咱的生命甲以前是无相的。咱一信主了的时，咱昨天行出去教会外面的时，达达人看到咱的生命，有真啊侪人看到是无相的。哎呀，阿姑你跋脚，阿咪是你当今无跋脚呢？阿姑你常常去老人的哈，哎，当今你甲会老死。出来去做工，迄个生命是无常的，所以咱人的身躯上加是一个灯啊，内面无了圣灵，咱就是发光。咱行出到外面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是就一个光，咱的生命就是上加阳光的快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人不是信主了。哦，趁着大滴天堂订了一个位，啊，上咱人去吃好的时先订，咧客栈内面的一个位就算了。咱人会做咱的生命，咱人随随便便啊，何里何何来挂？虽然牧师昨天礼拜等会讲，主爱来了啊，都要有圣洁的生命。主爱来了，咱以前过的那旧的生活、犯罪的生命，未使阁有了，咱的身躯都要。
要有圣灵伫内面点甲归归起来哈，爱来迎接主过来。但是因为咱是一个等圣经的内面就是讲主爱快快过来呀，一日等。我甲你讲，我等一世人了，主阁无来过。是我是毋是因为等甲安尼久几十年？我细汉真正细汉，我就信主了。是不是讲我等了几十年，主唔来呢？无啊，你定着伊要来，是早到晚的问题。那我咧等掉安尼几十年，我要安怎来做规？要安怎来做点呢？哦，咱就是要来共同来读圣经，有主的话。阿妈，你人有看到哈？跟迄个公的这动物，伊人去买油，当中伊来的时，伊一下出去去买的时，哎呦，惊死来了！买有了，较尾个走走到对来，伊较早的时，甲这个聪明的动物讲，好，我淡薄油啦，好，我来，我烧家己面打了，因个大人油直直点掉，等惊死来。伊人的油，戆的人油就买无了，但是伊无去买，伊想讲，哎呀，压袂过啦，无安尼快啦，无在个想到我咧想，我等甲几十年了都无来，为人就真正青菜，啊，就咧爱困。当我圣经的内面讲，咱人就要坚信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早起第一重要的。我要鼓励咱人就要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。咱就要坚信，咱若有通天天去上爱困，规日去享受世界的快乐，哈咪是是坚信呢？咱人到这边呢，哈，看到达达人喺厝，哇，有嗰个铁器啊、铁汤啊，一个个一个，内面个一个，外面个一个，咱是咧做哈咪呢？咱就是咧坚信着，惊讲迄个拆。时系接来的时阵，好，咱人找有一个保护。咱听到声的时阵，咱要可咪起来拍电话叫妈爸，也是喊物件，都要警醒。警醒就是喊咪，唔敢正正困。今仔日有真啊侪基督徒，一个新主人哦，无插了路。我后过我是去天堂的哈，我无讲真啊细字，过我应该过一生。过着一个圣洁的生命，就是哈个时阵，主比我主耶稣来的时，我们甲主耶稣白白坐一下。这个戆的这个啊动物哈，伊人就是咧讲，哎呀，买个去买油了啦，伤费气啦。等到晚的时了，爱困了啊。咱是不是等咱的主过来爱困了，也闲了？有当时呢，咱都无想到主国爱来的这样事。礼拜一的时，啊，我困到晚啦，规礼拜安尼无闲吼，安尼晚困，啊，无礼拜一困到晚，这困了醒起来，哎呀，聚会已经结束了。一礼拜过一礼拜，咱人都无通倒对，比凡咱人的心来敬拜主，相款，咱人是生命就是一个灯。咱需要有迄个油，咱阁需要特别坚信。等下，哈咪时阵主耶稣一下来的时，我迎接伊，我会甲伊白白坐这个宴席。头妈咱人读讲，这个戆的这个动物啊，伊人无油了，到到要去买油，阁倒退来的时阵呢，迄个门敲了，拍门的时，主啊主啊，主听到伊人的声哦，有听到。但是呢，伊唔爱开予伊，伊讲我唔捌路人，老想讲，哎呀，主要说是安尼疼我人哈，到到伊来了，佫唔爱甜我。这个讲起一个故事的事，这个譬如呢，就是讲到有一日主过来审判的日子的时阵，那人达达人拢的是予主进出的人，哦，我的真多好路是大地，敢无来有的是刁鬼。你大地面敬拜我，你是哈咪名？你安怎侍奉我？你安怎为着我传福音？你安怎为着我来代表我的生命，到底世界发光发扬？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讲一字不漏。圣经内面讲，最最是主敬拜的人呢，就是迄个遵行主的话语的人。
若是你无来做礼拜，你无去细胞的修作，你无去教会内面设置的训练班、查经班，你唔知上帝的旨意是安怎？你想安尼讲，你想法你就是丢了。哦，我无去派啦，我无去帮会，我的生命是好死了。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主要迎接我，无啊，兄弟姊妹。咱人把大家贵生活做物件，讲每一句的话，咱人的行为伫人的面头前，咱是咧代表求咱人的祈祷。咱就要写字，虾米时阵一来，咱是何里何度，别紧啊！今日我讲骗话，今日呢，哈我做无好的事，做过阿未来，我搁有点啥悔改，也是真难。有一日，伊忽然间来的时，看到咱人的情形，甲咱人当初信主的情形无改变，主的心是真正的心的。耶稣讲，一来伊要予咱人生命，要予咱人更加丰盛的生命。请问，今仔日你人的生命是毋是丰盛的呢？我想起我头一日我信主的时，交动金是无有改变的。是不是对于一日教堂今日，我更加会见证主的名呢？我的生活会予人来吸引。哎呀，你一个黑教师，还是外教先堂金啊？人讲了是，伊是读圣经的，伊去做礼拜。咱的生命是应该是甲以前是无相的，因为咱人无了圣灵，咱上加在啊信仰看。伊人行了一定，就是伊人的生命内面有了生命，是大大真发光的，大大真发光。唔通想讲未来未安尼快来，你都要读圣经，圣经内面讲我无明白伊，安怎讲无明白伊呢？我主啊，我十几年我信主了，安怎无明白伊？因为咱人无遵行主的话，你无照着主的话来去做。来去行呢，到家去一日，心怀一日，就讲我无白露，哇，这是真正凄惨的吼！你看到迄个戆的啊，这动物，伊人行地，伊人有地，伊人有生命，伊人内面不如油，但是内面的油失去了，那人会不为一个人的生命，那人就会节节追求主，求圣灵一直住在咱的内面。做真啊，坐一工，即个人坐一工，搞迄个油滴袂无的时，咱佫袂去提油嘛吼。我都讲阮是安尼，相反，咱做经做道，对心注意一日，咱要常常有圣灵充满咱，常常有圣灵的灵力，予咱会赢过罪恶，予咱人会当做托主欢喜的事。唔通讲当今凊彩了去，搞伊一日的时。我看咩看咩来真多，看咩来悔改。我甲你讲，到家迄个时，天有云扛起来的时阵，迄你就已经失去了迄个机会。我安怎求伊？就讲我唔明白路，虾米事无明白路呢？因为你无照着主的意思来行。你若是无来聚会，你若是无去小组的聚会，你逐逐日无读圣经，你我会知影。主的旨意是安怎的？所以今仔早起，我要用真足短的时间，我要来鼓励一下弟兄们。咱人袂使做一个爱困的人，啊，上加一个外从啊，这个戆的这动物，无啦，无安尼快来啦！我会春的游过高架的小道，到惊西来。咱人讲袂使想讲，不是唔无安尼快来啊！不要紧，我的生命好来。OK， 哈，但是牧师都唔爱骂着我哈，我是 OK， 主来的时阵也接受我。咱的上帝是监察咱的内心，咱当然要想下面歹的物件，咱的心内面所做的物件哈，主大大行拢会知。在主的目睭的头前，咱人无一项会收起来，会温存起来，所以。兄弟姊妹，咱都要会晓切条，就是困，要困到上过头。两主来的时，
叫的时候，驾驶来了，驾驶来了的时候，有人搁大伫迄边来困。起来的时候，要点落火的时候，迎接驾驶的时阵，火灯内面却无油了。迄个是真正真正可惜的。你新煮的头几年，别人真正热心，哇，做甲真正好，到甲落尾的时候也成了。哎呀，不要紧啦。就煮过下买过一包，哎呀，煮无安尼快来啦，卖啦，我放假咧久了卖，兄弟姊妹，唔通家己讲家己聪明哈，自造聪明哦，也唔通想讲我当年做了还是差不多，自以为意，看咱家己的生命是好的，但是当主的圣灵的光照咱那的时阵，迄个是不得了了。所以今仔日早起，我要开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啊，咱人特别精神，困会使困，那困到上深，插入来时你都唔知，那唔通一直困，何里个糊涂？想讲这项做不要紧啊，迄个骗人都不要紧啊，上帝会常常赦免，咱特别真精神，咱特别起来。哈，大家子来祈祷，大家子求主的恩来照料咱人，大家子咱读圣经，哦，主要来日子近了，到底圣经内面会看到，你看到当今世界发生的事的时阵，你人搁会知真正快了咯。圣经有讲的，不是讲无予你知，哇，我一下就来了，所以呢，咱特别谨慎，照着主的话来去行。主来的时阵，哦，咱旁边甲伊白白坐一下。到底这一篇的啊，比如的内面，第一要紧的呢，就是叫咱人都要备办好迄个油。啊，咱的生命要备办好来发动。第二项，就是驾驶来的时，就是咱的王来的时，咱的耶稣来的时，伊请咱甲伊白白付分。那个时候，咱人是第一公平的人，咱就是第一真啊，一个人爱行善的人，所以他是真好。我人啊，大条乌蕉哈，高银是无大家人请，因为真正真正贵。我也是趁请到来吃高银的时啊，哇，你是我第一好的朋友了，第一好的亲戚了。所以呢，当我看到这一篇的时阵，我会甲你人讲。当主耶稣叫你进来，甲伊平平付啊，这婚姻的宴席的时阵，你就是上帝第一看重的人，你就是上帝第一爱的人。你求婚已经决定了，你搁要嫁伊，到底天顶永永远远来做王，你人爱失去这个机会哦，就是爱失去，无人爱啊，得到人分爱。在我们中间，有一些还没相信主的，我看你，你看我来相信这位的耶稣，他为着我们人陪伴了这一条的路，让我们人有一天的时候，我们人离开了世界，我们是把主白白到在天堂里面来享受这样的颜色，把他白白来做王，信主的兄弟姊妹。你想说你五十年信主了，你到底在天堂要有定一个位了，你当今活在这边的时候，你可以清清菜菜过生活，爱来聚会就来，不爱来不要紧，还是等你牧师做祝福散会的时候才来，不通了，那个日子是真正近了，你就要谨慎的记得说啊，谨慎就是说你一直来想到这项事，好，你自己无不会清清菜菜来过生活，你要为着主来发挥，你要为着主来传福音，你要带人来信主，到到迄一日的时阵，主耶稣过来的时候，你是甲伊慢慢进入这个颜色，来享受主的同在快乐，你人得了爱无？爱唔爱呢？咱来祈祷好无？请咱人徛起来，咱来做一个。啊，这个时阵我们叫圣灵来感动每一个人，已经信主了的，信主真正久了的，也是拄则在话了信主的，也是会信主的。有一天，咱要徛伫主面头前，让主要甲咱人水笑，
咱就要教咱的小人互伊。所以咱要伫这边，我要来带汝人祈祷。当祈祷的时阵，圣灵感动汝，就要悔改。圣灵要叫汝请起来，来随时准备主的过来。我希望汝人向主来欢迎。今仔日早起，还袂相信主的，今仔日都听到了这一篇啊主讲的道理，你心内面就要堪要准备，唔通讲等我退休啦，等我囝仔大汉啦，等我食半身的时阵，我才来信主，才来做主的家。迄个时，无定就太晚了。咱要做一个高的、聪明的一个道路，听台主的时。当时伊顶来面顶了油，哈咪时阵呢，行到面头人的面前时，是一直发光的。有一日，咱准备好来迎接咱的主耶稣，咱白白来祈祷。